没藏过私房钱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人说话嘴可老灵了，给我鼓掌的藏私房钱谁也找不着。不给我鼓掌的藏完私房钱自己都找不着。回家了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光是我教大家一招啊，藏私房钱千万别藏一个地方啊，省得全军覆没。我这100块钱分开藏，哎你看，哎这50我藏这儿，哎 OK， 这50我藏哪儿呢？大爸，大爸回来了啊。看这造型，大鹅这是都卖了呀。啊，都卖了。卖多少钱了？卖多少钱？没卖太多钱。你别想骗我啊，我知道你卖多少钱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闺女都告诉我了。这是个傻孩子呀，啊，这5毛钱我白给他了，一会儿回来糖葫芦我都给他造他。拿来吧，580。一分都不能少啊。多少钱？580。真是个好孩子呀。这孩子随我的，他不撒谎。快点儿。等会儿啊。媳妇儿，580，一分都不少。都给我了。都给你了。自己没偷摸留点啊。我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吧。那背着媳妇儿藏私房钱那还是人吗？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还真是580，辛苦了啊。媳妇儿，你要觉得我辛苦的话给我50也行。给你50该我干啥的？我给你100呗。那不就200了吗？咋样啊，你还想要200？我给你300呗，400、500、580都给你了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行吧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哎呀，这一天你说你呀，说你点啥好。来，这580都给你啊，我1毛钱不要啊。还差不多。要说你干啥事儿你还得靠自己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去看啥？那边炕热乎，你往那么点。今儿咋这么贴心呢？哎，这我就安心了。行了，你也别炕上尾了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完了，爸一会儿给咱修炕来。这炕真得修一修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一烧炕，这老往出跑烟，修炕不行。哎，你干啥一惊一乍的呀？这炕不能修。咋的了？不能修啊？反正这你就听我的吧，你这炕你指定是不能修。为啥呀？这炕吧，就是。咋说呢，这炕就是啊，我刚才算了，今天不宜动土。这都啥时候你还信上这个了？赶紧的把那婆了往那串一串，快点。哎呀，反正今天这炕不能修，媳妇儿快点，别给我磨叽了，一会儿我爸就来了。大哥、啊、修不了。你看来了，爸。哎呀妈呀、哎、咋这么快呢？赶紧进屋、哎、外边冷是吧？爸来了。还叫爸呢？我看你是我爸。不是，你干啥呢？爸来了下炕非惹我生气啊。我怕我下来你更生气。你行了行了，我年轻时候也这样。我老丈人说话就通情达理。后来让我老丈人削一顿就好了。哎呀，不是，老丈人，你听我说，这炕凉，我给你捂捂。炕凉？那咋不烧炕呢？我不敢烧炕啊，一烧炕这屋就跟盘丝洞似的，全是烟呐。啊，那是炕冒烟了。对，呛烟。要不是就是炕有缝儿、啊、要不就是烟道堵了。那你咋整啊爸？来，把这个炕席给我掀开、啊、我看看有没有缝儿，我拿工具。好、啊、行，爸你先整吧，我把炕席先整开。来，老婆。干啥呀？下来。干啥？快点把炕席掀起来，爸修炕。不行。咋的？不行。这是我从牙缝里抠出来的。你多大的牙缝能抠出一铺炕来呀？
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没等捂热乎呢，你就要离我而去了。等你把炕捂热乎，那得猴年马月。我舍不得你呀、啊！不是，我发现你跟这炕感情咋比跟我还深呢？让我再抱你一次！哎呦，你可别整这出了，快快点下来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家伙真壮烈呀！哎呀，啊，逗着玩。这修个炕，感觉想要拆散一个家庭的感觉，差不多少不吧？行了。你老跟爸闹啊、哦！快点，快快快快起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起来！爸，起来！嗯？钱？钱？钱？我的钱！哎耶！爸呀，我万万没想到你还有回手掏。这个钱是你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妈出门的时候说给你修完炕啊，让我买点年货，这不是吗？又揣红包把我挣丢了，到底还掉出来了。你看，你可能刚才掀炕席劲使大，对对对，我看有缝没有啊？有吗，爸？没有，没缝是吧？盖上吧。那是咋回事呢？烟道堵了，来我上去。烟道堵了？烟道堵了。你慢点吧。好。呀，你怎么样？啥？大笨子，把那桌给我抬过来来。哎，好嘞，不够高。哎，把桌子给，让你抬桌子呢。啊，行。光搁那行，你倒动一动啊，汗那儿了。马上动。不是，爹啊，爸，你不行的话，你踩我吧。啥意思？他孝顺，他那意思吧，就是怕你踩那个桌子太凉，完、让你踩他呢，能踩你吗？爸来回还得脱鞋费劲，再说爸汗脚。我鼻炎。你有鼻炎，我咋不知道呢？刚得的。快点，别磨叽了，我跟你谈啊！快！你等一会儿，把这东西拿下。对，要不然来。等你等一会儿的，你别老是忙。我养个小玩意儿，你还老动它呀？哎，走吧。走，这不走呢吗？你豁了有啥？就往前走。往哪儿走？你就一个腿那腿折了，快点儿，不费劲了干活。你看这，看，这搬个桌子是真费劲呐，啊？不是，哎，大笨头，哎，把那凿子给我拿来，我把这墙砸开。爸，不行的话，你用手抠试试。手抠这招挺好啊，来你抠一下子给我爸打个样来。一天这废话可多了呢，不是你老光个脚丫子走多凉啊、哦、这鞋大它不跟脚。行了吧，大笨子，哎，把那个工具包给我拿来。对，那工具包给他拿过来，给我快点，快走两步。你别老光脚，你倒把鞋穿上啊。那他爸要东西太急，你这来不及穿鞋都。大笨呐，把那锯给我拿来。不是爸，你要啥东西能不能一口气要完，这是脱了穿，穿了脱的费劲。谁让你脱鞋了，把鞋给我穿上，把锯给我送过来。行。今儿我就发现怎么这么自拗呢。我让你拿个锯，不是腿锯了，那咋还瘸瘸过来的呢？不是腿麻了吗？快，行了吧？大笨子，别搁这闪下去了，上来给我扶着点桌。快！爸，你这个要求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今天这个炕，我指定是不能上。不是，跟谁说话呢？这是啊？你啥意思啊？啊，爸帮咱家来修炕来了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，这活都是你该干的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呀，钱，我的钱，哎。我才反过来，不是
你一看这钱你就翻跟头干啥呀？不是，我这一翻跟头我以为我老丈人要给我赏钱呢。但是老丈人，你这点儿高啊，你这钱总丢啊，总能找着。这爸的钱拿着啊，催好吧。我点儿太低了。催好了。你这徐文康，你这钱怎么还老往外掉？我估计那兜漏了吧。俩，这怎么100块钱呢？那可能是我妈早上给你拿俩呗，你忘了。哎，对了，那指定我妈是给你拿俩，你忘了。再说钱多它不是好事吗？就别叫这个汁儿了，就算你卖大鹅挣的。哎呀，啊，不是这个，我说那个卖大鹅挣的，不是，老公呀，我说那个妈，老公呀，哎，他妈来了，来，快，外边冷是不是？你咋来了呢？你瞅你爸这记性，今天早上我说给他50块钱，让他回来买点年货，这一回头钱没拿，人跑。好了，喂，不是，爸，这咋又来50呢？啥叫又啊？不是，你早晨不已经给我爸100了吗？给他100，我给他1000呢，我给他。对呀，这钱哪来的？爸呀，对呀，这钱哪来的？对呀。这钱哪儿来的？对呀，啊，这钱哪儿来的？我问你，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？没有啊，真没有，不可能。爸，我要是你的话就承认了。没有啊，我都没有机会藏钱，哪有机会啊？赶紧说，这钱哪儿来的？媳妇儿，这爸也挺不容易的。不行，这个黑锅我给他背了得了。啊，爸呀，你过来。嗯，我替你解围。谢谢。老丈母娘，这个钱它是我的。老姑爷啊，哎，想替你爸解围，你也得小点声啊！你妈我眼睛聋，我耳朵可不瞎。不是妈，这钱他这真是我的。啥是你的？咋了吧你？不，你手咋这么快呢？真是我的。哎，啥呀？咋了吧你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跟妈抢啥呀？你这钱本来就是咱爸的。哎，你可别帮我倒忙啊！没成想啊，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学会藏钱了，老白啊！藏钱你也就算了，你还给我藏根鹅毛。老白，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这大鹅到底咋回事？我不认识大鹅呀。不是，不是，这钱里还有根鹅毛。齐大笨，你说这钱里出现一根鹅毛，你说这钱能是谁的呢？那你出现根鹅毛，这事儿多简单呢，啊，明显不大鹅的呗。合理了啊，妈一下就合理了。这是大鹅攒的私房钱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大鹅知道咱这块愿吃铁锅炖大鹅，害怕了，攒点私房钱，我想买张票上三亚躲一躲。是吧，齐大笨啊？哎呦哎呦，站住，你要干啥去？我想上三亚躲一躲。